你这个脚有点飞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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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个脚有
好，准备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预备，计时开始。会不会一次成功呢？我的妹妹啊，你怎么把人丢下去了？没有，游戏还没结束，快，还有机会，游戏还没结束。他直直的给摔下去了，一场架，太过分了。我丢心姐都不敢下这么大的手。我天呀、啊！还有时间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没有，天爱，心雨是在时间到了之后再把你扔下去的第二次。他一定是故意的，但是下面他跟我说，我是很认真的在玩，我只是拉不住了，所以我才松手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是嫌我沉吗？第一次是真的是没抓住，第二次其实是在一个马上要失去平衡的时候，抽筋了。我以为我看错了第二次。还是我记得我看过一次同样的回放，甚至还能找到天爱的脸在哪里。何老师，哎，一个号称是运动型男的人，居然还没有我们的妹妹靠谱。哎，这样好不好？子涵，你来拉一下天爱，好不好？可以，我觉得可以试一下。拉心雨？怎么让子涵拉张馨予是吧？哦，不好，我觉得可以试一下。来。天爱，你下去整理一下，那个化妆老师也帮他赶快弄一下。哎呦，妹妹弄他，防抽筋，又要抽筋了。我觉得妹妹是这样的，要么证明你的女友力，要么就是帮天爱报仇。报仇，对。放手，我们要正面，你有本事正面，对呀、啊，来，比心雨，来，心雨，来，拉好手，来，准备，抵住脚，开车，走。太胖了。还抵住戏精。